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 你好，我们继续学习七到九级的词汇。第一个本着，本就是本来啊，这本来就有，本来就带着。比如说我和对方谈判，那前提是我们要相互尊重。好，我说本着相互尊重的前提，我们进行谈判。好，或者是本着相互帮助的目的，好，我们一起学习或者一起完成件事情。好，第二个词，奔，奔啊，可以说奔跑，奔跑。比如说跑步的时候，我跑得很快的时候，动作很大啊，这样的一种状态叫做奔。好，那我们叫奔跑。比如说小动物们奔跑着。好，第二个呢，还可以说奔向。啊，比如说我们毕业了，都各自去找工作，可以说同学们奔向各自的前程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词汇。如果你对我们的视频感兴趣，记得点赞或者转发。